喂，你好，青兰园17号楼401是吗？ 喂，你开免提啊？他挂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，她捡到了一个学生证，说上面的名字看不清楚了，问我们的住址，因为她看到了我们的寻人启事，我把住址告诉她了。是不是莫文啊？她说不是的，然后她又说，她知道我们的孩子先去了一个邻居家，然后问我邻居家是哪户，我告诉她了，她就挂了。你去吧。 喂，天野超市。刚才打电话那女的呢？人走了。她长什么样啊？长什么样，我哪能说得清楚呢？啊，27、8岁吧。就她一个人吗？是不是还带个小男孩啊？小男孩没带，大男人倒是带了一个。他怎么走的？开车走的吧。往哪个方向？这我哪知道了。说什么？